大多数人都见过天涯这两个字，但是你见过海角吗？海角石就隐藏在这里，我们来找一下。这个通道过不去。海角石正对着大海，一般人都不太注意，转过身你就能看到这块石头了。那个不是，看一下，这就是海角石。这两个字是民国时期坚守琼崖抗击日寇的国民党将军王毅于1939年1月所题刻。